全国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勇冠前朝》，我是勇哥黄永文。今天是3月11号，礼拜一。刚刚大盘指数下跌了59点，各位开低以后走高，相对于低点。那其实整个盘来讲的话，我跟大家分享过，它是一个横盘震荡整理，或许到20000点之后，它会修正一下，修正什么呢？指标的过热。那我们稍微看一下，加权横盘整理，受到台积电拉回影响，资金流向中小型股票。当然，上周带领台股的半导体三雄休息了，台积电这方面，联发科改由 AI 概念股稳盘，未来修正指标过热的趋势才有利于台股的方向。那我上礼拜有没有跟你说过，应该有，我说台积电应该休息了，由中小型类股去带动，让类股轮动的话，或许台股的一个走向多方走势比较明显一点，我有提前跟大家分享过，如果你有听我节目的话。好，那么来看一下美国美银论坛股来说，台股在攻20000点，没有错，在攻20000点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我认为这个时候应该要修正它指标的过热。什么意思？我们稍微看一下。好，上个礼拜五20065点最高点以后，它会在这里做狭幅的震荡整理，能够横盘的话，表示说台股有机会再次的一个过高。所以整个盘势来讲话，自从你还记得吗？在这个跳空缺口完以后，我跟你说过怎么说过，这个缺口没有回补的时候，多方很强。那果不其然，还真的非常强的时候，它整个横盘完以后就直接往上攻了。当攻击那天，我跟你说，哎，要往上攻了哦，可能机会到20000点。可是我不知道会那么快的速度，也就是说它上涨幅度比较快。我希望能够慢慢的涨，慢慢涨，一天涨一天跌的时候，或许对整个盘势的话，很多中小型类股的话，可能有机会持续的过高。但是来讲话，因为有一个人的武林，台积电持续往上翻扬的动作，其实这也是正常的。因为来讲话，必须要全职股去带领整个盘势往上涨。那整个外资买超的方面来讲话，其实我认为它对多方还是持续有任何的一个方向性，没有错。但是呢，这个盘一定要涨多，会稍微修正整理，比如说修正它指标的一个过热整理后，才能够横盘震荡整理。我认为来讲话，对多方都是有利益的。好，那台币来讲话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再回到台币。那台币来讲话，市场预期联准会 Fed 降息预期增强，或者你在六月份，或者是怎么样，或者像七月份左右，但是台股频创新高以及美元走弱之下，新台币也不至于大贬，升破31点几率不大。也说我跟你分享过，31.13跟31.69这边把它抓出来，它其实就是在这地方区间震荡而已。所以我台币来讲话讲的非常多事，它其实来讲话跟台股的正相关没有那么多的正相关，但是讲话它如果持续的升值的话，或许来讲它就台股也不一定会涨，因为来讲话台股现在已经在修正了。所以说整个盘势来讲话，它只能够维持台股呢多方的脉动的话，持续在19000这边18000这边做狭幅的震荡，我认为来讲话多方还是有持续往上攻的机会。好，那么各位，辉达 GTC 将登场，生成系 AI 话题先暖场。那其实 GTC 来讲话，辉达这家公司它创造整个全球的 AI 非常的热络，没有错。该家公司直接创新高，台股的公司很多都创下近期的新高。那近期新高来讲话，跟大家分享说，有一个观念就是说，哎，什么公司非常夯呢？就是电源散热族群 ，OK。所以跟你分享的双虹是不是直接涨停板？我跟你说分享过，但是规格改朝换代在即，双虹奇虹推出新品，什么意思呢？各位，在辉达来讲话，像3月18号登场，但是来讲话，它的机器、它的散热呢，各位，它的那个什么 power supply 的话，将近要消耗800瓦这边，然后有机会成到1000瓦以上 ，OK， 1200的功率，意思是什么？是它的新品的产出的一个产品，它的散热要非常非常好。否则的话，你的伺服器很容易宕机，所以这个需求是存在的。你说这种东西来讲的话，可能会长长久久。它新品发表的时候，它如果机器一直发表新的东西的时候，或许它的散热的一个表现都要非常好。否则的话，机台很容易宕机的话，其实你的新品的表现就不如预期的。跟大家持续分享一下。好，那你记得吗？上礼拜跟你分享过散热族群。奇虹跟双虹，那双虹呢还创下近期的新高。我们看一下双虹，3324的双虹扩大水冷式布局，看好水冷式散热将于2025年超越氢能，集中布局。跟你讲完以后，其实3324的双虹创下近期的新高，直接往上
攻击 ，OK， 双三月八号的时候下跌3.38%，但是呢，我们什么时候分享的？大概2月2号的时候，停损设400元就分享过了。所以双红来讲话，各位，3月11号的时候上涨9.98%。那我跟你分享完股票，很多的时候就是属于一个上升格局。虽然它有拉回修正，但是那天我跟你说过，它大家都在跌，它没什么跌，表示说它有机会涨。你有听过这句话吗？因为讲得非常清楚。还有那个族群 AI 伺服器，当时我介绍三档股票给你，你还记得吗？今天这里股票讲话，它三档股票还是都是涨势的空间。所以我跟你说过的话，其实很多都是利用就提前的预测，在下礼拜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所以各位，上礼拜我跟你讲说，双红还是有机会持续的往上做翻扬动作，没有错，它还是持续的过高。这种族群的话，或许有机会持续是台股的一个主流。好，那么跟你讲分享过，旗宏可以稍微看一下，3月6号分享旗宏以后上涨7.69%，3月8号呢稍微下跌。那我们看一下旗宏的走势 ，OK， 好，好，没有错，它稍微涨到600多块，然后稍微回档修正整理，未来呢还是有机会修正完以后有机会再持续一个往上翻扬的动作。虽然来讲话，它上涨以后它会修正整理，没有错。所以有时候股票来讲话，不是每档股票都是会有喷发的感觉。什么喷发的股票呢？你还记得吗？如果你还记得的话，我们的股票还记得喜气洋洋蜘蛛嗨 ，OK， 我们的8040的九阳神功最近是不是很强势？所以各位。我跟你说过，达发入股九阳，将要最大股东联发科集团壮大以太网络。九阳3月7号的时候涨停板，3月8号的时候涨停板，3月11号的时候，各位涨停板9.95%。我们稍微看一下九阳。好，我们什么时候分享的？我应该在这个天跟你分享的，2月23号这边跟你分享完以后，它横盘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七天以后就往上喷出去了。所以有时候股票来讲话，它不是每次都说，分享完就会直接喷出去。分享完直接喷出去的时候，其实它主力的作价机会比较大。如果主力很想甩轿的时候，各位，它横盘完以后。还是要直接喷出去，所以股票会不会喷，在于就是说有没有主力，就是立即在做价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它横盘一阵子以后，它才续创新高。所以有时候股票来讲话，还真的非常强。所以你如果喜欢老师的股票，各位欢迎加我们 Light， 非常重要。第一手标股将与你分享。那标股的话，如果你如果扫 QR code 呢，各位，我们屏幕上右下角有个 QR code。扫它成为永贵的好朋友。如果好的股票的话，我会不定时跟你分享，非常重要。当然讲话，你要成为赢家啊，各位要懂得把握机会，踏上成功的道路。其实这个盘来讲话，有些股票还是持续往上涨，有些股票呢拉回以后还是持续往上做翻扬动作。所以有时候来讲话，你要找对人非常重要。所以各位，你要抓对趋势向上，筑底买进会大赚。那我今天又跟你分享一个筑底买进的股票，当然讲话会不会是属于金利科的翻版，可能稍微注意一下有没有机会成为金利科的下一档金利科。所以 有时候股票来讲话，你只要能够维系它多方式的时候，或许它就有机会持续稳稳的往上涨。什么意思呢？等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好，那么跟大家分享说，我们看一下金利科。好，以这个股票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，说之前在最低档的时候，各位从500多块跌到91块的时候，这边很明显91块最低 ，OK， 91块。那91块的时候，各位它最低的时候，它会横盘一阵子以后就往上喷出去了。所以说股票呢，它有什么类似的股票会这样子呢？等一下我跟大家分享。那股票来讲话，你只要能把握住在低档的时候，如果把它低档的低基期找到，它只要不要破它的相对性低点的时候。或许这股票未来有机会做一个大行情，但是来讲话不会那么快。所以有时候行情来讲话，你一定要把握什么呢？把握机会，采取行动，改善方法，改变命运。当然讲话，现在很多的时候，其实股票来讲话，它有时候现在大部分都会拉回，没有错，一定会拉回。那最近呢，拜登就提出，它的利率呢可能会降息，它有提前说出来，让联准会呢其实会有今年不得已要降息的空间，没有错。但是总统来讲话，他的职权没那么大。像我们台湾来讲话，也不能干预
总统不能干预央行的一个政策。所以来讲话，他有拜登总统先把他的说法讲出来，为可能是为了他今年的一个选举的行情。那没有错，选举的美国选举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行情，他不可能将他美股往下挫的时候让他去选举，基本上来讲就很难的再跟那个川普去做匹配。所以美国政府如果想要赢得这场选举的时候，我想他应该会想美股维持到一个好的一个利基点，不要让它振幅太大的时候，稳稳的往上走的时候，或许整个选举行情在美股的话可能会表现不错。那回归回来的话，台股的话可能在这20000多点之上，狭幅的震荡整理。那这个整理的话，或许有个行情出来的时候，或许有些持续往上走的机会比较大。但是来讲话，只要比较把握是每一次的行情的时候，或许有些好的波段的时候，其实你可以把握每一次的机会，这非常重要。所以各位。跟你说过，哎，黑夜之后就是黎明，震荡之后将会是趋势。所以我们跟你说过，趋势非常重要。当然讲话，趋势成型的时候，你要记得把握每次的机会。什么意思呢？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哎，我们喜气洋洋之机 ，OK， 有的时候6805的富士达，我跟你说过，哎，折叠手机的富士达，1月5号跟你分享的时候是社会折叠手机需求浮现，让富士达营运向前冲。1月9号的时候，各位5.93%。好，那富士达呢？各位，折叠手机需求涌现，富士达营运向前冲，讲得非常清楚。那3月11号呢？各位，上涨了5.29%，换下6805。好，今天来讲话，各位，它还是持续的往上涨，所以来讲话，折叠期的市场还没有转弱之前，还是有机会微幅的创高。所以有时候股票来讲话，它一个族群性三个族群持续有机会往上攻高，只要能够微幅的横盘震荡整理之间，我认为有机会在横盘完以后，在整个指标过热结束以后，可能有持续过高的可能性。当然讲话，每张股票几乎大家都是属于一个高基期，没有错，高基期的时候会不会持续过高还是有可能的。基本上来讲，如果未来 N 字突破完以后还是机会过高，所以有时候股票来讲的话，你要把握几个大原则。第一个，它是个多方趋势，没有错，只要多方趋势的时候就沿着多方趋势控盘就好了。当然来讲的话，它就有机会微幅的过高。那我们先进广告一下，谢谢各位。金融限瑞贺新春，168飞龙在天专案，金融飞天让你旺一整年。发财专线02-8511-3366，02-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，静心思考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我想担任国民法官，但我不在的话，谁能照顾我们家小宝呢？没烦恼啦，为了让你安心参与哦，国家会提供临时托育哦。那妈妈可以安心的当国民法官了呢。对啦，还是到有叫他分一点吧。有啊。谢谢。国民法官需要您一起参与。回到节目上，跟大家分享几个概念。各位，资金流向决定于强势族群。那强势族群的话，其实它整个族群来讲话，还是有机会做整个族群轮动。那表示说，资金潮在那个地方，它有机会持续微幅的往上翻扬动作，所以非常重要。这礼拜我们推出了微笑五牛，各位，
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特森 KY 涨停板6616，看一下这边6616。好，分享完以后，今天开盘就涨停板 ，OK。因为这股票叫做3284的太普高 ，OK， 3284 ，OK。今天也是盘中直接就开涨停板的，所以说低基型股票来讲话，还是都会有机会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强势族群。强势族群的话，只要在多方式里面就有机会被看到，所以就如何挖掘强势股非常重要。强势股它有几个小特点，就是说它是不是在一个多方排列，多方排列的时候就有机会微幅的创高的时候，或许它就是一个趋势的开始。大家讲话，每档股票来讲话，只要能够它维系的多方式的话，它的股票的势都比较强一点，跟大家直接分享。好，那我们跟大家分享这张股票 ，OK， 好，汉磊3707这个晶圆的代工厂，低档低基企有机会在横盘后创造一波的行情。那什么意思呢？我稍微看一下3707。OK， 好，这股票来讲话有点像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 ，OK， 好，从170几块跌到50几块了。那跌到50几块之后，这个时候出现相对性的大量。好，姑且不论它是不是个底部，那不底部的话，跟大家分享说，哎，如果未来它的走法跟哪一支很像 ？OK， 好，我们看金利科，金利科之前呢低点在哪里？我们稍微看一下这边。好，它也是 OK， 好。跌，各位跌，从500多块跌到91块钱。当时候我跟你说，这个股票是低档低基期，如果有空翻多的时候，它的股票就会有一波的行情。那果不其然，各位，它91块看到以后，它横盘了一两个月后，出现了一个攻击讯号，自然而然的，它从100多块就涨到了全。我们全投顾界都在讲这只股票，就是叫做金利科3228，所以有没有机会复制那个感觉，就稍微注意一下。因为基本上来讲，在股票在低档低基期的时候，其实没有人想要理它。为什么没有想要理它？基本上来讲，它可能为了因为整个是均线纠结往下走的时候，它必须要把它的均线走平。那走平完以后，或许在整个环境是属于一个多方比较强势格局的时候，或许它就有机会再做一个翻转的动作，跟大家持续的分享。所以我上个礼拜有没有跟你分享过另外一档股票？各位，重磅资料非干不可，请你来拿，你还记得吗？半导体喷出 AI 呢，有没有这个广达、技嘉跟伟创扫描加入群组，你就会很清楚。我上礼拜有跟你分享礼拜五这档股票，我说这三档股票三个礼拜都没有什么跌到，那这礼拜就应该看它的表现。那果不其然，我们看一下伟创 ，OK。那伟创的时候，各位看一下，3月8号的时候大概平盘而已，今天呢上涨4.31%。我们稍微看一下伟创3231。所以我上礼拜跟你讲的非常清楚，礼拜五的时候跟你讲说，哎，它没什么跌，那这礼拜的话应该就有机会做表态。果不其然，它今天还是成为新闻上的焦点，所以我都有提早跟你说，其实在这个下跌完以后，各位，它横盘完以后，因为大盘在拉回，大盘其实没什么拉回，中小型股拉回，可是它没什么拉回的时候，它今天就表态持续往上涨。那你是不是希望喜欢它的一个各位买进价位或者是卖出价位了？如果喜欢的话，各位扫描加入我们 LINE 群组，你就会很清楚得到这个资讯，非常重要。好，下张股票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好，2382的广达，上礼拜五的时候是上涨 0.41%， 那今天呢稍微有开高以后，各位到 3.31%， 所以你手上有广达的话没关系，免费索取非常重要。 OK， 好好，各位，我上礼拜有跟你说过，哎，这只股票如果没怎么跌的时候，这个礼拜就会反应。那今天呢，上涨了大概是 3.31%， 应该都是有吧？我都有提前跟你分享，所以上礼拜分享的股票其实不多，但是我跟你说过，这三个礼拜这三个涨股票几乎没怎么跌，应该这礼拜就要它要发表一下说，说它就有机会做一个上涨动作。果不其然，今天成为新金的焦点人物。OK， 好。另外一个股票技嘉，3月8号的时候，技嘉下跌0.27%，技嘉涨幅没那么漂亮，大概上涨了0.55%而已。我们看一下2376的技嘉，
所以各位来讲话，还稍微横盘震荡整理。重型股票来讲话，它会震荡整理完以后，经过量能配合之下，还是有机会做一个 AI 可能股票往上冲的感觉。所以有时候股票来讲话，很多股票都是在我们节目都有公开分享，而且我有提前跟你说过。所以各位加入我们 LINE 好友很重要，将会有第一手消息分享。当你喜欢标股的时候，其实我股票也非常非常多是标股的。那如果喜欢老师的股票的话，欢迎加我们 LINE， OK？ 加入 LINE 好友，将会有第一手标消息分享，非常重要。当然讲话，很多人都喜欢说，专注于强势族群，让你更赚钱，没有错。强势族群一波到底的时候，它就让你赚得非常非常多。我们现在经历科还印象吗？其实这张股票来讲话，我们在91块跟大家分享完以后，当100多块跟你分享完以后，就直接喷喷喷喷到500多块钱的。所以有时候股票来讲话，其实它就是属于一个多方式的时候，你就会享受到它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多方式的行情。所以每次的机会都是一个震荡的机会，当震荡出现的时候，你可能会需要什么专家度过危机，迈向获利。所以只要能够每次的维持它多方式的时候，它的股票应该就有机会持续的过高。所以各位，你还记得吗？喜气洋洋蜘蛛 ，OK， 8040的九阳，跟你分享完以后，创下近期的新高。当时有什么新闻呢？各位，达发入股九阳，将要最大的股东 ，OK， 九阳呢，3月7号的时候涨停板，3月8号的时候涨停板 9.89。3月11号的时候，各位9.95%涨停板。我们稍微看下8040。好，它在上涨过程中，其实我曾经有跟你分享过，在这个地方跟你分享的没有错。这个地方跟你分享，2月23号这边分享，分享完以后突破完以后，各位它横盘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横盘7天以后才上涨，表示主力呢一开始不想做价，后来呢就直接又一根的喷出去，因为有利多的消息面来讲话，就有利于股价的创高。所以有时候股票来讲话，不是每一档股票一买进去以后就直接就可以这样喷喷喷喷出去，有时候股票的时候它就需要等待，等待的时候如果是股票还真的是一个多方式的时候，它就有机会往上喷的机会比较大。当然讲话，每次多方式来讲话，只要维系它能够量能不要出现太大的时候，或许它就有机会微幅的过高。所以各位现在来讲话，你要记得危机入市，未来有大利润的股票的话，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，非常重要。基本上操作来讲话，要跟随市场轮动，操作永远领先。为什么股票来讲话，你要比别人更知道？或许来讲话，你应该要比别人更早卖出的时候，或许可以享受到一个获利的机会。基本上来讲，你还记得吗？6643的 M31， 我当时我跟你说过，在2000多块这边，请你要记得要稍微逢高调节一下，你可以稍微避开这边小小的一个回撤的一个风险性。当然讲话，每档股票一定都有机会微幅的过高。而且它过高的时候，它拉回的时候过高，它就每次你就看得到，也踢得到。最怕就是说你不想把它卖掉，你如果不懂得卖的话，欢迎来找我，非常重要。所以各位，你要成为赢家三部曲，各位你要事先的预告，你要印证，你要获利非常重要，跟上赢家的脚步，这非常重要。那为什么股票呢会非常的会喷呢？因为基本上来讲，只要能够维系它 M 三，你看这边还记得吗？本身来讲的话，我8、9百这边跟你分享完以后，它就慢慢的走，慢慢的走，就直接喷出去了。当然讲话，它这次我有比赛过，也是有跟大家分享过股票，所以在比赛过程中，它就微幅的创高，创高，你就知道说，这股票就有机会成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飙涨股。所以有时候股票来讲话不需要多，它有时候成为飙涨股的时候，你可以享受到一个获利的机会，非常的重要。好，那上周出去呢，跟大家分享过，奇宏跟双红3324的双红是一冷式的散热系统。我跟你说过，2月2号的时候扩大水冷布局，看好水冷式散热将于2025年超越气冷，集中布局。分享完以后，3324双红上涨0.35%。OK， 我们看下双红走势，它也是成为今天的焦点人物，没有错。上礼拜怎么跟你说的？它只要不太跌的话，它就有机会微幅的创高，没有错。它横盘完以后就直接创高了。所以有时候股票来讲话，它如果是真的是多方式的时候，或许在主力外资还没有卖超之前，它就有机会在横盘走势完以后在微幅的创高。所以有时候股票来讲话，但是要懂得会卖非常重要。我跟你说过非常多一个成语，就是说当你一个进场的时候，不论什么样时候的买进，你记得你自己要把它卖掉。是什么时候跟大家分享的？在400多块跟大家分享的。好，停损在设400块，那往上涨的时候，各位它慢慢涨的时候已经涨到600多块了，那也是大概是1个月左右的时间而已。所以上涨过程之中，它有
机会成为一个飙涨股的时候，你要把握上一个飙涨股的机会。它虽然看双红来讲的话，它没有每天的上涨的涨停，也没有每天的收最高，但是来讲的话，它是却是涨不停的股票。所以大家讲股票来讲的话，最好是这样涨不停，能够低调的每次涨不停的时候，或许它比较不会被发现的时候，它的涨幅会比较久一点。所以各位，大家讲话，你要相信自己什么？所见才能得到力量，改变的习惯才能扭转命运。大盘在这个地方，其实你也不用太害怕，它整个格局来讲话还是属于多方式，没有任何的一个想要放空的感觉性，所以你也不要提早说，哎，你想要放空它，你要等到券单回补完以后再放空，可能比较机会比较大，否则的话它会横盘震荡整理一段时间。那如果是多方在抢的时候，可能它会持续过高，机会性比较大。所以各位，投资是一种思维，你要勇气，你要行动力才会成功。基本上在大盘在这个高档震荡格局里面，还是有好的股票，有低基期的股票，有一个还是持续创高股票，其实都有。但是来讲话，该怎么进场比较重要。在大盘在一个多方式里面，其实来讲它没有很大的一个败相的时候，就是有很多股票会类股轮动，非常重要。所以各位，这个重磅的资料，半导体喷出了 AI 呢，广达、技嘉、伟创，你有喜欢这个股票的话，那欢扫描加入我们大群组，你就会很清楚看到了。以上就是我分析，也谢谢大家收看，也祝福大家操作顺利，我们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